大家都知道，文物是个好东西。家族传承里能留下一两件传家宝，可是要谨慎保管，不会轻易示人。到了现代，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文物被专家们精心保管起来，存放于博物馆中，供世人敬仰。文物的现世方式多种多样，有从地里挖出来的，有从河里捡来的。 也有从外国买来的。曾经重庆一处施工队就挖到了一处古墓，里面的文物估值几个亿。专家们一番探测后说了一句：“你们先走。”中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非常悠久的民俗文化。我国制陶工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历年来，人们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诞生了独具特色的瓷器艺术。自古收藏瓷器的爱好者众多，越是年代久远的珍品，估价越高；越是工艺精湛的珍品，也越是受人尊捧。各个朝代的瓷器手艺都不一而足，比如清代的青花瓷就十分出众。在《陶雅》中记载：“雍前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 康青虽不及明清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就揭示了清朝时期人们对青花瓷的审美观。瓷器不仅是重要的生活用具，也兼具艺术价值。古时候喜爱瓷器者众多，有时对一件物品爱不释手，还会要求家人在死后入殓到棺椁中作为陪葬。历史上从古墓中出土的瓷器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座古墓也出土了大量瓷器，只不过放的地方很特殊。专家们对这些出土的瓷器还很忌惮，这是为何呢？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重庆一处工人们在进行道路修护时，忽然挖到了一只青花瓷碗，因其造型罕见，雕刻的花纹也和现在不同，就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考古人员前来查看，对青花瓷碗进行了一番研究，认为在下面可以探寻到古墓。经过不懈努力，考古人员确实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古墓。之所以称其特殊，是因为这座古墓是由青花瓷器堆砌而成。古墓墙以青花瓷碗代替砖石，这种操作在考古界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作为首次发现以青花瓷碗搭墙的古墓，工作人员比以往更是小心翼翼。一番摸索之后，专家们判断出工人发现的瓷碗和已经砌成墙的青花瓷有着相同的纹路，应该就是从瓷墙上掉落出来的。至于这座古墓是何时建成，专家们根据上面的花纹和样式，判定是明朝时期建造而成。青花瓷在我国历史久远。 是古代瓷器的重要产物之一。唐宋时期就已经有青花瓷的烧制，到了元代，景德镇以盛产制作精良的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的地位更高，成了众多工艺瓷器的主流。专家们发现的这座青花瓷碗墓，对于研究古代瓷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瓷碗的口径直径都在十六厘米左右。 整整齐齐地罗列在一起。专家们经过推算，认为这个墓室至少使用了两万只瓷碗。以瓷器砌墙的设计十分巧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瞬间崩塌，乃至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但研究不可能就此终止，想了解的更多，就必须打开墓室。而打开墓室，就需要先从墓墙着手。 但数量如此之巨的青花瓷，常年累月堆积在一起，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几乎成为一个整体。想要一个一个单独剥离出来，难度非常大，操作过程中产生损伤，避无可避。而一旦损伤后，无疑对文物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就有专家表示：“你们先走吧。”虽然在场的工作人员不解其意，可既然是考古学家的建议。 那么也有它的深意在里面。考古学家认为，就已经出土的瓷碗来看，这座青花瓷古墓并没有使用复杂的工艺技术将瓷碗粘连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瓷碗是罗列而成。一旦工作人员操作不慎，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幕墙全线崩塌，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所以在挖掘之前，需要制定出一套。 更好避免青花瓷碗墙倒塌的方案，才能继续挖掘。也多亏了专家的谨慎，才更大程度减少了对文物的破坏。有人认为，这位以青花瓷碗堆坟墓的主，生前应该是一位瓷器爱好者了，所以才在死后让这么多的瓷器陪伴自己。但有专家研究后表示，碗墓并非此处一座，在清朝时期，川东和重庆一带。 就流行将瓷碗和石灰粘连制成坟墓的习俗，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为我国历史文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瓷器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不已，青花瓷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类审美也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有时间大家可以去专门的瓷器展上转一转，总能发现不少造型独特、颇具趣味的瓷器品。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意外发掘西王母墓，难道神话传说是真的？考古学家一句话说出真相。小时候的我们就喜欢听神话故事，慢慢长大后开始看电视，《西游记》看了不下十遍，非常的崇拜他们能飞天遁地、长生不老。神话传说有很多，像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孙悟空啊，盘古开天辟，女娲采石补天。 嫦娥奔月等等，非常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不存在的，是人们虚拟出来的故事。现在的很多古代神话的电视剧中，玉皇大帝的老婆王母娘娘就是西王母，实际上是不对的。在神话故事中，西王母其实并没有配偶的。当然，也有人猜测西王母的老公是东王公。西王母居住在西方昆仑山。 统领当时的女仙，而东王公统领当时的男仙，看起来比较的相配，也有过这样的说法。《山海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笑，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力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的形状像人，却有豹子一样的尾巴、老虎一般的牙齿，很善于长呼短啸，头发蓬松，顶戴盔甲。 是替天展现威猛严厉及降临五种灾害的神旨。西王母一直被当作神话存在，但是在湖北地区居然意外地挖掘到了西王母的墓穴。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难道古代神话真的不是乱编的？西王母真的存在吗？在湖北武穴匡山头陀寺附近，有一座非常神秘的古墓，由于没有人管理。 所以被盗墓贼光顾了，被当地的人们发现后，便报给了当地的政府人员。政府人员听说后，赶紧通知当地的考古专家，带人过来挖掘这座已经被破坏的墓穴。看到墓碑上不清晰的西王母墓，考古专家还是决定挖开墓穴。墓穴被挖掘后，人们非常惊讶，问考古学家：“这真的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墓穴吗？” 考古专家经过探查和根据出土的文物结合考察后说，肯定不是。根据里面的古物检测，应该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东西，那个时候是隋朝时期，所以肯定不会是西王母。虽然专家这样解释了，但是心中还是有些疑虑。比较墓碑上写的“西王母墓”，经过考古专家的考察，加上寻找古代史书的记载，得出一个结论：此西王母。 不是比西王母，这个西王母是隋朝的时候通过选秀选出的秀女，送往突厥和亲，成为了突厥的王后。后来因为和亲后秀女为当时的突厥王生了儿子，在突厥王死后，她的这个儿子成为了当时的王，所以在此秀女死后被封西王母。所以我们看到的墓穴是当时突厥的西王母的墓穴。 而不是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考古专家的一番结论，也让我们明白了此墓穴到底是谁的了，可以说是同名不同人吧。近些年，考古业越来越被国家和国人重视，也发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就像新中国龙的出现，让我们看到龙有可能存在的。或许某一天，神话传说可能也会被证明。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